要比这个还要再破，那个品质还差一点，它不是新的，但是我们这边台湾的老牌。那它这里有一个座位，大小是一样的，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匣子。啊，没有，没有这样。反正假如说你没有做真的坏掉的话，那个在那里车转右，我有卖那个。我现在我因为有卖，我卖三上面可以啊，可以。卖三几多钱？啊，不啦，三十几啊，好，刚好用。十五，十五，三十。